周日晚上十点左右，万华区大里街133巷内，这辆货车从外头开进来，突然一个爆冲，车头往左偏，乍看以为是车道线，还弹了一下，疑似是因为车速过快，加上货车加高，已经超过民宅的遮雨棚，导致车尾左上角撞上卡住，把铁皮扯下，车头还被硬生生的吊起来，招牌铁架、遮雨棚都被撞坏。不过好险，当下没撞进屋内，也刚好屋内没人，是邻居通知才知道。但是他不调什么牌的，直接把那个其实整个屋檐灌塌下来。整个都位一定要求偿，那个撞得很离谱啊，那个整个斜掉了。慢慢开，照理说撞到扯到就会停下来，换个角度再看一次更清楚。原本遮雨棚上招牌灯还亮着，货车进入巷子之后，可能因为转弯角度没抓好才会卡住。车上三人下车查看讨论之后，见周遭没人，随即再上车逃逸。隔壁邻居他听到声音有出来了，这几年好像跑物流的那个车子比较多嘛。哦，又高又大，所以又开得很快。实际回到现场，因为位于路口进来的第一家原本的遮雨棚就不高，但以记者身高170公分来说，现在我只要伸个手就能摸到。现在被撞一个，铁皮不断降低，尤其外头主要道路就是和平西路，转进巷弄大约10公尺就会碰上凸出来的遮雨棚，但已经装设30年以上，偏低突出又比较老旧，车速快很容易不注意就撞上。尤其这边在盖房子，那个货车都进进出出啊，他那个都老房子啊，大概有50几年了啦。因为屋主刚好也不在台湾，邻居已经协助报警，是否有超速或其他违规，也只能等警方找到肇事者再来谈后续如何赔偿。 TVBS 杨清波、林立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